好，华人非常重视冬季养生，尤其天气变冷了。不过要怎么在进补的同时兼顾牙齿的健康，恐怕也是一门学问了。面对动辄数千美元起跳的植牙费用，还有等待耗时的问诊时间，南加州这一间韩国连锁牙医诊所就特别整合了全美11家分店，打出了免费洗牙跟咨询的服务，在华人社区中马上打响名号。进南加州一间大诊所，宽敞新颖的大厅让人心情放松，里头数一数多达40间隔间，全是牙医诊疗室，让人大开眼界。原来这就是全球拥有130多家分院，标榜人心人数，而且所有牙医手术可以一条龙服务的牙医诊所。Once something happens on that that tooth, we have to take it again. Yeah. So my point is, implant sounds quite invasive, making your bone and blood and suture and whatever, but eventually it is more conservative way to save the natural tooth. That's why I love dental implant. Most of time when the small dentists get, they go out of business a lot, but because we hav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and we have very many long history, patient doesn't have to worry about us going out of business, which means getting implant is very important, but at the same time, aftercare is more important. 不止服务网遍布全球，秉持高科技设备以及使用 FDA 认可材质，牙医手术后的保养服务更是没话说。在你做植牙的过程中，我希望病人的牙周是很健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有非常好的 service， 我们有特别的 hygienist 专门帮病人洗牙，所以你每次做完植牙以后呢，我都会建议病人回来洗牙。那这个洗牙当然是免费的，我们会给病人几次的免费洗牙。在你做所有的治疗过程中，我们一直会保持你的牙周的健康。也由于公司业务横跨全球，迎接年底回馈顾客，能给的也特别多。全植牙的话，是590 ，OK。那我有做一个欧洲的品牌 Nobel 的这个 implant， 一般的 office 大概都是2000-3000左右，我们现在有一个1800的 special，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年终在做的 promotion。希望呢，有需要的病患呢，可以早点跟我联络。强调国际级的连锁牙科手术实力坚强，从超低价到上万美元的牙科手术，通通能应付外，各类折扣与多次免费洗牙服务，一般小型牙科诊所更是没得比。欢迎有需要的民众上综合牙医官网查询。多闻新闻用智理宗尧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